这两个相连的世界，就像一对双胞胎。 图案的 ID 卡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了。了解，我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有情况随时联系。大楼似乎不太稳定，我得赶快去关闭传送器。 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，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。 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飞往那道光束所在的地方。金翼蛇应该可以用到东西，是一个洞口，这会通向哪里？这里到处都是战士的残骸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解决了这些难缠的家伙，可是这些图形这里看起来很暗，我得加快脚步了。
条山洞看起来有坍塌的危险，得快点找到出去的路才行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个秘密通道。房间里的发光体对我的装置产生了反应。越来越剧烈了，
总算结束了。我想这些黑色的烟雾是由他给操控着，看起来可以安全地下去。